好，在这一小节，我们先做了平移，再进行缩放。接下来，我们想要探究它的面积关系。好，这边呢有很多物件，好，看起来有点乱，所以可以先点一下这边，点上方物件类别。这时，它就把相同的东西放在一起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关心的就是这个四边形。Q 一是原本的啊 ，Q 一撇撇是后来的，但是这撇呢？等一下，如果要输入比较不好输入，我们可以把撇撇把它删掉，就叫做 QER。Okay， 好，等于是呢把 QE 放大 R 倍的。那接着呢，我们想要探究它的面积。那接下来我们就点上方插入文字，先点一下。OK， 好，这里呢输入原图面积。好，原图的这个图形呢是 QE， 好，所以就选 QE。按确定，接着再点一下右边，缩放 R 倍后的面积。好，那这里呢是 QER， 刚才的 R 倍呢也可以选择 R， 对哈，这时候呢按确定。好，那目前呢，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来，6变24是变为4倍。好，那如果你今天想要用一个算式来表示，好，我们这边呢也可以插入文字，好，这是面积增为，好，这面积变为几倍呢？好，我们不要自己算，我们给电脑算，所以呢就打一下这空格，选一下，好，点到里面去哟，啊，这边会跳出一个小方框，好，这边呢就直接输入。是这边输入 QER， 然后除掉 QE， 好，这样子呢就可以做这个，这样子它就可以把这里面两个面积做个除法，按确定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就可以看到哈，面积变为四倍，好，颜色呢也可以改一下，好，那这边呢也可以把它放下面，好，所以2的时候是 4， 3的时候是 9， 4的时候是 6。0.5 的时候就变 0.25， 也就是四分之一。好，那左边图形变化，长度跟着放大，角度不变，面积变为平方倍。好，这几个就是在了解上式型的时候要注意的小性质。好，那如果是立体图形，放大两倍，那体积会变为几倍呢？好，鼓励你想看看，再用 JojoBot 来探究一下。